红姐与杨二娥素无恩怨，她怎么会害死杨二娥？大人呐，红姐生性霸道，二娥嫁到高家以后，他们曾经发生过口角。那红姐还扬言要报复二娥。二娥死的那天晚上，高家只有二娥和二太太在厨房当班的催妈，正给二娥熬药。二太太这时候要喝燕窝粥，这红姐嫌催妈耽误了二太太喝粥。 就去厨房和崔妈闹了一通。那天晚上也只有红姐去过厨房，砒霜肯定是红姐下的。对了，县衙的人在红姐的房里还搜出了砒霜啊！吴宪明，你还不老实？大人，我不敢呐。郝宇和水耗子早就招认了。红姐，是你们为了包庇真凶而找的替死鬼。 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二娥是谁害死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二娥死的那天晚上，我根本就不在高家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二娥已经去了呀。那好，我再问你一次：杨二娥到底是不是砒霜中毒而死？吴宪明，我看你还没受够刑啊。 来人，在！把他再给我拉到刑房去！大人，我说，大人，我说，杨二娥是砒霜中毒而死的，可到底是谁害死的，我不知道啊！大人呐，既然吴宪明已经承认二娥是砒霜中毒而亡，我们晚上就提审崔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我姐姐绝对不是红姐害死的。金玉小姐赏光，能上府上来做客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来，咱们。 喝上一杯，早就听说王爷您是海量，金玉怕是要先醉倒了。<笑>哪能呢？金玉小姐也是走南闯北的人，见过大世面，这点酒算得了什么呀？来，喝。
这小婊子居然敢耍我！大人，庆红班刚才来人了。来了，来了，你怎么不叫他们进来？来的不是金玉，是那个张班头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是来替那个金玉小姐道歉的。金玉小姐今儿个让瑞王爷请去了，恐怕来不了了。什么？ 金玉小姐去赴瑞王爷的约了。大人，喂个戏子，动气不值得。你当我是冲那个小婊子，我冲那老王八。等着瞧，总有一天，我让那个老王八知道我姓熊的厉害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金玉小姐，真不愧是头牌呀！本王爷我也是个戏迷，如果今后你能到京城来，我一定会把你捧红。多谢王爷，那金玉告辞了。哎，别。 今儿常累了，就在府上歇了吧。王爷，您若能答应金玉一件事情，要金玉做什么都成。呀呵，还跟我提出条件来了。嗯，行啊，说说看。请王爷帮高大人回朝做官。 你说的可是高景堂？正是。你是他什么人？在御风的时候，高大人曾经帮过金玉的忙，金玉一心想报答高大人。嗯，他的事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现在不是时候，等等再说。再说本王正在兴头上啊，你跟我提那个老东西干什么？ 金玉小姐，咱们走吧。王爷若是不答应，金玉就要告辞了。你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民妇崔氏，在高家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，我伺候了老的，伺候小的，没犯过一点错。凭什么三番五次让我下大牢？徐大人。 你一定要替民妇做主啊，崔氏。你若能如实交代案情，本官一定对你从轻发落。我说，我都说。我问你，杨二娥死去的当晚，究竟有谁到过厨房？二太太和红姐，他们都到过厨房。 那你为什么在县衙作证时，只说是红姐一个人到过厨房？他们逼我这么说的，我怕县衙不放我出去，只好这么说了。那么那日你送药到二娥房中，看见有什么人吗？大人，这事儿我可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，我怕说出口我就没命了。你尽管说，本官保你平安。说就说。 反正我也不想在高家干了。那晚我熬好药，不是我把药送到二少奶奶房里的，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二少爷，我把药交给二少爷了。杨三娥，你曾说过杨二娥死去那晚，高城洞到过你家，此言是否属实？回大人，此言属实。那你还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到你家的吗？ 记得，应该是酉时以后，因为那天我娘出门看戏的时候是申时刚过，娘走了好一阵子，她才到的。崔氏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杨二娥送药是什么时候？那天晚饭吃的早，因为老爷要去看戏，
吃过晚饭，我就给二少奶奶熬药，后来才给二太太熬燕窝粥，耽搁了半个时辰。送药的时候，怎么也没有超过申时。三娥，若从高家到你家有多远的路程？如果是走路，应该要一个时辰；如果是坐马车的话，不到半个时辰就应该到了。三娥，你说二娥在死前曾和高成栋发生过争吵？对，当时我还因为一时生气闹到了高家，可是后来我姐姐赶到以后，却一直说是她的错，不怪别人。直到最后，我姐都从来没跟我说起，她到底是为什么和高成栋吵架。崔氏，你可知道二少奶奶和二少爷夫妻之间是否失和呀？大人，这我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。我只是下房的一个厨娘，主子们的事儿我是一概不知道的。这事儿你应该问二少奶奶的贴身丫头小爱知道。那么小爱现在何处？大人，小爱她已经自尽了。啊？就在最后一次我上高高家的时候，陈妈跟我说是我害死的小爱。陈妈还说，如果我不想再看着高家无辜的人去送死的话，就不要再告了。秦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人，啊，怎么了？大人，是不是王爷欺负你了？大人，王爷糟蹋了我倒没什么，金玉既然去了，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，金玉太没有用了。怎么了？金玉把王爷给得罪了。金玉想帮大人，可是却越帮越糟糕。谁让你帮我？你可真傻。大人。金玉身为一个戏子，就是给人开心取乐的玩物。只有大人您把我当成一个人，金玉一辈子也忘不了您。金玉，你别再想着帮我的事了。我这个官当不当没什么，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。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他叫高成业，说是高家的长子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老爷，您说是一只乾隆年间的鼎？鼎上是刻有乾隆年间的字样，可一看便知是只假鼎。嗯，好吧，老爷，那我知道了。你准备一下，快去吧。嗯，是，老爷。谁呀？我刚才看见高成业也来了府衙。高成业啊，他来干什么呀？他来这儿还能干什么？无非就是想救人呗。救人？三娥，你先别担心，我想徐大人他不是那种人。
少爷是要看这只鼎吗？这只鼎多少钱呢？这鼎可是乾隆年间的玩意儿，15万两银子。15万两？你当少爷我眼睛瞎了？本店就是这个价，你要觉得不值就到别处去买吧。啊，你这老板怎么这么说话？本少爷今天就要说说这个理，一只假鼎你敢卖15万两？你这分明就是个奸商，本少爷今天还要拉你去官府说理呢。官府算个屁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咱们这个隆德坊就是上面人开的，有的是人往这儿送银子。上面人开的？你别吓唬我。谁呀？说出来听听。说出来吓死你。瑞王爷你听说过吗？这个店就是瑞王爷开的。我管你什么瑞不瑞王爷的，你们这个店敢在京城里公然以假货招摇撞骗，今天少爷我非得说说这个理不可。来人。嗯，小子，你还要什么说法吗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今天本少爷这个说法是要定了。上。你们，你们今天要敢动我，我到官府去告你们去。哎呀，大人，求求您放了我二弟和二太太，他们没有犯法呀。案子如今还在审理当中，如果结案时他们果真无罪，我一定会当堂释放的。大人，可否让我看看我二弟？高承栋如今是命案的重要嫌犯，在案子还没有了结之前，不可与家人见面。大人，这是5万两银票，我现在只能凑到这些了。如果您嫌少的话，我回去把地卖了，马上就给您送过来。你给我收回去。你知道不知道对官府行贿是何等罪名？大人，求您放过我二弟吧，您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。高承业，你以为朝廷命官都是陶玉那样的败类吗？都是收了银子就可以混淆是非网开一面的贪官污吏吗？你再跟我纠缠不清，我将以行贿之罪先判了你。大人，让我替我二弟顶罪吧。您现在就把我押到大牢，只要能把我二弟救出来，您让我干什么都行啊。你也承认高承栋有罪啊？不，他没罪。他若无罪，你为何向我行贿啊？把你的银票收起来。宋克，大人，您就帮帮我二弟吧，他还年轻，您就给他留一条活路好不好？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多少年来的规矩，要改过等下辈子吧。大人。宋克。大人。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没事，老爷，隆德坊的掌柜亲口跟我说的，隆德坊就是瑞王爷开的，而且每天都有人往那儿送银子。那只鼎你可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老爷，上面刻着乾隆年间的字样，可一望便知那是一只假鼎。那好，你待会儿就到总督府去。是，老爷。高承业。三娥。你也是来贿赂徐大人的吧？三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告我们高家，你再这么告下去，我们高家就完了，我二弟就完了。完了？高承业，
我们杨家早就完了。三哥，只要你不告我们高家，我下辈子我当牛做马，我报答你，这些银票都给你。高成业，这个世上是有公道的，杀人者就得偿命。三娥，三娥，三。干什么呢？我要击鼓告状。外面有人击鼓鸣冤呐！是谁跑到总督府来告状啊？是一位少爷，他要告京城的古董店龙德坊打着瑞王爷的招牌卖假货。哦，哎，快把他留住，我这就升堂。好。大少爷，您见到二少爷和太太了吗？银票没交给府衙大人，他不肯收。是不是嫌银子不够多啊？没有，他们说杀了人就要偿命啊。二少爷要被判死刑啊，咱们上京城找我爹去，他总会有办法的。走。好。叩见总督大人。到总督府击鼓鸣冤，告谁啊？大人，小人今天去龙德坊买鼎，识破那是一只假鼎，可您看他们把我打成这样，还说什么那个店是瑞王爷开的。那帮人可太狠了，大人，就算真是瑞王爷开的店，他们也不能平白无故打人呐。您要为小民伸冤呐，大人。起来吧，你放心吧，别的事儿我都搁下，先办你这件事儿。什么瑞王爷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谢谢总督大人，总督大人真是英明啊。哼，老王八总算是犯在我手里了。如此看来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高成栋，要不是他害了杨二娥，高成业也不会拿那么多银子来贿赂我。更何况杨二娥死前喝的那碗汤药，最后是经高成栋的手送到房里去的。可是高成栋为什么要害死我姐姐呢？我姐姐到底是怎么妨碍他了？也许是高成栋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。以我姐的这个脾气，别说是他有了别的女人，他就是把那个女人带回家里来，我姐姐也不会反对的呀，她干嘛非要杀了她呀？也许是二哥知道了一个秘密，高成栋怕他说出去，于是就杀人灭口。徐大人，其实我早就觉出高家没有我看上去那么简单，高家上上下下的人好像都瞒着一个什么秘密。嗯，待明日审了林媚春再说吧。熊大人到我的府上有何贵干呢？啊，哎，今天啊有人到总督衙门来告状，告的是京城一家古董店有不法行为。古董店？是，京城有一家叫龙德坊的古董店，告状人说呀，这家古董店竟然冒充瑞王爷之名高价出售假货，欺压百姓。大胆狂徒，竟敢盗用我的名字来干此勾当。是啊，我听了之后也是非常气愤，居然有人敢冒充皇亲啊来招摇撞骗啊。哎呀，不过请王爷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严办，也好还王爷一个清白之名啊。熊大人，此案重大，本王愿意和熊大人一块儿
督察此案。哦，那自然好啊，有王爷亲自督察此案，我想此案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。嗯，是啊是啊。老爷，我打听到了，总督大人和瑞王爷刚刚去查抄了龙德房，而且还查出了一本黑账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只老狐狸怎么圆这个场。老爷，我还听说那龙德房的掌柜就是王爷家三福晋的表兄。哦，这样他可就更脱不了干系了。哼，我看是他求我高敬堂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姓熊的如今手里头攥着我们的账本，他要是把高敬堂找去一声堂，我可怎么办？王爷，您别着急，奴才倒是有个主意。有主意快说呀。那高敬堂如今还在京城，咱们把那只青铜鼎给高敬堂送去，让他承认鼎是他买的不就行了？高敬堂他如今还在记恨我，再加上那戏子的事儿，他愿意帮这个忙吗？以奴才之见，现如今只要您答应帮他回朝做官，您答应了这件事，他一定会听您话的。带林妹春上堂受审。民女林妹春叩见徐大人。林妹春，可是你怂恿红姐害死了杨二娥？不是，不是我。那么红姐为何要害死杨二娥？林妹春，你要是知情不报，可要尝尝上大刑的滋味了。来人，将林妹春押至刑房，大刑伺候，看她开不开口。大人，不用给我上刑，我说，我早就想说了。你说，红姐为何要害死杨二娥？小红她是清白的，杨二娥不是小红害死的，高家只有小红是真心对我好。林妹春，你若真为红姐惋惜，就把真情说出来，以便查出真凶，就算告慰死者的冤魂。大人，是我害了小红，是我害了我自己。你如何害了红姐，又如何害了你自己啊？啊？我不受妇道，与高成栋有了私情。嫂娥，就是这只鼎，高大人，您看看没错吧？错是没错，可这鼎我已经送人了。不瞒您说，总督大人明天就要开堂审案了，瑞王爷也在。到时候在堂上，您可不能乱说话。您就说这只鼎是您买的，是您花15万两银子买的，您记住了吗？刘总管，话我可以说，可是谁信呢？人家要问，
你为什么要花15万两银子买一只假鼎？我该怎么说呀？高大人，王爷说了，只要您按照我们的意思说话，您求王爷的事情一定能办成。好，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杨二娥是高成栋毒死的。二娥进门以后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。我想，他高成栋不让我好过，他也别想过好。于是，我就同我舅舅设局，让杨二娥亲眼目睹我和高成栋的私情。我想这样一来，二娥一定不会放过他，他高成栋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就在那个晚上，二娥回到了娘家，三娥又闹到了高家。可是二娥，她并没有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，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高成栋最后还是毒死了他。你怎么知道是高成栋害死了杨二娥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起初我也不相信，可是后来我看他往县衙使了那么多银子，所以我想一定就是他毒死了杨二娥。杨二娥的尸首是你最先发现的，你说说杨二娥的尸首是什么样？他的尸首可怕极了，七窍流血，面容乌紫，还有眼睛，他的眼睛是睁着的，看的人不寒而栗。待龙德坊掌柜李厚孝上堂受审。小民李厚孝参见王爷，参见总督大人。李厚孝，京城龙德坊可是你开的？回大人，是我开的。你冒用王爷之名，公然出售赝品，你可知罪？总督大人，小民不曾冒用王爷之名，再说，小民也不敢呐。你还敢狡辩？我这就传原告上堂来，与你当堂对质。大人，原告今日没到总督衙门来。他人呢？小的不知道，昨天明明跟他说了，今日一早开堂，他也答应了。我说熊大人，哎呀，这原告怕是心虚不敢来了。我也不相信有谁敢在京城这地面上冒我的名义做生意。这原告不在，可是从龙德坊搜出来的账本不假呀。啊，这账本上写着，御封人士高敬堂曾花15万两银子在龙德坊购得青铜鼎一件。李厚孝，可有此事？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可高敬堂是自愿花15万两银子买到那只青铜鼎的。这做买卖嘛，当然是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了。哼，大胆刁民，一派胡言。
是是是，小的不懂规矩，还望王爷总督大人恕罪，恕罪。啊，总督大人，我看传高敬堂上堂，问他不就明白了吗？传高敬堂上堂。叩见大人。叩见大人。高承东，速将你夺害杨二娥的经过细细招来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，那杨二娥怎么可能是我害死的呢？高承东，你就招了吧，我已经什么都说了。快说。回大人，是他，是他毒死了杨二娥。回大人，高承东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我帮了你那么多的忙，你反倒诬陷我。大人，是他把杨二娥毒死的，他是怕杨二娥把我和林妹春的事告诉老爷，于是他对杨二娥下了毒手，砒霜是他买的。顺天药铺的掌柜的可以为我作证。回大人，高承东，杨二娥死的那天晚上，我并不在高家，所有人都可以作证。吴先明，砒霜可是你从药铺买的？我说，回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我不得不说实话了。砒霜是我买的，是他让我买的。我把砒霜给了他，过几天杨二娥就死了。大人，您不要听信吴宪明的胡言，杨二娥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我怎么可能对她下此毒手呢？高承东，我原本也不认为是你杀死了杨二娥，我原本以为你多少还有点人性，可是你根本就是个畜生，你害死的人还少吗？小红是你害死的，小爱也是被你逼死的。回大人，青天在上，林美春说的都是实话。高承东，你认不认罪？大人，如果您认为是我害死了杨二娥，那就请您开棺验尸，看看杨二娥是否是中毒而亡。大人，师爷从玉峰赶回来了。回熊大人，我是花150,000银子在龙德坊买了一只青铜鼎，多年来我一直收藏青铜器，那天在龙德坊看到这东西，便一心想把它买回家里收藏。一只青铜鼎花了150,000银子，值吗？是不是太贵了？价钱是贵了点儿，可一看是乾隆年间的器物，而且做工精细。价钱虽贵，想想还是把它买回来了。那只鼎呢？我可听人说那只鼎又回了龙德房了。哎，大人，这绝不可能啊，那鼎明明是已经售出，哦，就在高敬堂的手里。高敬堂，那鼎现在何处？你要如实招来。回王爷，那鼎就在我住的客栈之中，王爷随时可派人把它取来。大人，杨二娥墓地已空，棺木不知去向。坟墓上都是今天未干的泥土，可见不久前有人将棺木挖了出来。吴先明，你可知真情？你若能如实招供，本官定对你从轻处理。大人，你说的都是真话吗？公堂之上，我绝无戏言。大人，棺木是他挖出来焚烧的。高承东，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三娥，高承东，你是畜生！这是公堂。三娥，
三娥，你先退下，本官定会替你伸冤的。三娥，走。高承栋，事到如今，你可认罪？大人，我不认。没有杨二娥的尸首，你休想定我的罪。放肆！如今人证俱全，你还敢抵赖？大人，他们算是人证吗？他们能否证明我那天晚上就杀了人了？高承栋，我为官数年，什么样的泼皮无赖没见过？就你高承栋，还嫩了点儿。来人，在，将高承栋押至刑房，把府衙多年闲置不用的刑具都找出来，好好的伺候伺候他。是，起来。大人，这是个赝品，快把这个鼎拿走。是。大人，这个鼎一看便知是假的，是用马尿浸泡过，埋在地下生出清锈来。高敬堂，你若是个古董的藏家，不会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吧？啊，高敬堂，难道你真不知道这鼎是假的吗？回王爷，我若知道这鼎是假的，我怎么会花15万两银子买呢？哎，我实在是老眼昏花，被这个奸商给骗了。你这奸商，竟以假来骗我！你还我银子！哎，我可没跟您说那鼎是真的，是你认准了非要买呀！你这假鼎，你竟敢卖15万两银子，你是什么心？你分明就是强盗！哎哎，你肃静！我，公堂之上，休得无礼。熊大人，我看这个案子没你说的那么复杂。只不过是一起奸商的诈骗案。哼，按照大清律例，把银子吐出来，不就结了吗？啊，王爷，您只说对了一半。按照大清的律例，这等欺诈行为除了土赃之外，还要以赃银的数倍予以重罚。若交不出罚银，就得下大牢了。李厚嘉，你是愿意交罚银呢，还是愿意下大牢？这。